应该还是很兴奋、很期待吧。第一次做线下的可以跟王见面的这个算签售会，那么希望今天有开心的一天。这个算是我第一个写真集了。那么这次写真集，我觉得主题它算是比较生活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一次我在这个整个写真集里面的一个展现，都是在一栋，算是 house 吧，小 house 里面。喜欢吗？喜欢啊！还多拍几本。好，好，期待下一本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时段是在草地上吃西瓜，应该算夏天吧，就是蚊子好多。我那个时候又穿的那个我们叫吊嘎，然后盯的整个都是，然后其实你们仔细看，这里可能还有几个包这样。我最喜欢哪一组？小狗那组。如果说，哎，其实我都挺喜欢的，但是确实性感的不错。我也喜欢。哦，还有这狗狗啊。对啊。这只叫哼鸡。对，他老哼鸡，所以就叫他哼鸡。对，我都很喜欢的，本来说我都很喜欢。唱歌？哎，他唱歌挺好的，没有 KTV， 但是我都是看可能手机软件啊，或者是说像他们讲的练声啊，这个是在家里面可以做的。洗澡唱歌吗？洗澡，洗澡会唱，洗澡偶尔会唱。对。说到五周年了，对吧？所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你演演唱会？演唱会我还是希望可以尽早来啊。但是我觉得比演唱会可能会先到的应该是三专，等候一下。不过是三专是没有问题。翻开想象的那一页啊，姐姐，祝你，上岸，上岸，成功啊！好，谢谢咯。OK。感觉这个招数太多了，加油！可以吗？好，祝你天天开心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可以，哪里啊？加油！好，我们后面的朋友，请大家注意时间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加油！自己做选择，加油。然后你可以过来福建吗？福建我们真的很想再见你。好啊，好 ，OK， 多谢，拜拜，可以再干吗？好。这边的同学也会来，我们辛苦啦。对呀、啊，是我的。对呀、啊，谢谢。可以啊，要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哇！好，拜拜。谢谢哦，好，请谢谢哥。好，照顾身体好不好？拜拜。那你们那个注意安全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印象中没错，还有一个直播，对不对？对。
你们就注意安全，然后，这次没有抽中没关系，以后还有很多很多机会。